Figure has been killing it since he first stepped onto the scene. This guy has if done not it all. The greatest 80 carry player to ever I think it's safe to say Uzi and Faker are the two most famous players to ever play League of Legends. I think it's a kind of luck, because every World Cup, regardless of what situation, we seem to meet SKT. But the result isn't very good. S3 的时候，就是知道他们特别的强，然后没有想到中单是更强的一个选手。And Faker just try it once. There it is again. This could be a 20-minute game for SK Telecom. SK Telecom and one to the semi-final at Worlds. It's the Galio's turn to get the damage across. Shields coming in. It's Uzi to get it second. The legend of SK Telecom will not die today.Legends never die. Last one goes to Faker. Legendary. God is back. 感觉就是他一上这种世界总决赛的舞台，总是就是打得非常的亮眼。提到 Faker 的时候，我总觉得他能够带领队伍走到最后，而且很有可能会获得最后那个冠军。우리선수가대단한좀지금까지오랫동안좋은기량을유지했다는게대단한것같아요 The rubber band's gonna land this time, and Uzi picks up the kill.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每次能够跟 Faker 对局，肯定会有更多人能够记住我们。我觉得我和 Faker 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就是每一个职业选手不只是只能打那么短短的几年时间，我觉得就是可以坚持更久，然后也可以打得非常的好，就是可以保持更高的竞技水平。如果我们可以击败 SKT 的话，我相信我们队伍会走得更远，因为在我看来 SKT 也是一个非常强的队伍。在我遇上 Faker 的时候，我特别想在比赛中去击败他。直接很轻易的在塔下把你杀掉了，你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制能力。队友勾到下半部的一波对拼，一勾，但反身回勾也被留住。你还没有理性位置。对，前面其实也看到这个视野的布置，下半部的河道全面被 RNG 给掌握住，而反而是六等喽。SKT 这边还在继续蹲，五打六等，这边三打三的一个结果是还有一个逆命会跑来的 ，SKT 在下方准备来 ，Faker 第一个赶到。这个时候跟上之后是 RNG， 哇！李信直接踢把 Faker 踢了回去 ，Faker 倒下机甲，再抓一个酒桶，酒桶小红跑被死之爪的一个魔豆给拉了出来。最后魔豆继续追，只不过后方的鳄鱼也料理到了一个机器人，前方位置继续追。鳄鱼小红后排跟着队友一起包抄狼行，但魔豆跑得很快，只是下一个赶到，小红已经来了，新位摆转，目标是前方已经沉睡的下路 Teddy， 但 Teddy 并没有倒下，奥数月星还是交了出来，在下方的位置打了太深的一个用家，往前站在了酒桶的 Q 上，被直接炸死。不过后续还有小五也是补出了一发的这个炮，把 Afro 也给击杀，不过团战还没有结束，下方的鳄鱼在塔前被李信给再度的针对，一口 Q 回了好多的一个血量，李信扛到最后得退，而后方的魔豆凯撒是闪避不及。狼行就只能待。不下路又被拉到了，这些被拉出来跑不掉。Afro 呢，直接在下路又被 RNG 给直接穿了一颗头。主要是上一波团战经济都是由蝼蚁拿到，然后上面狼行比较偏一打一，他就乖乖在塔下就好了。下半微波进攻，灯笼被灯笼拉过来，想要尝试进攻的一个可莉的被来回的一个 UZI 给拉扯，不过只是 Faker 再度的赶到，又是一个命运的支援。而在下半波，明想要尝试用自己跑不掉的一个机会尝试换掉 Afro， 但没有成功。想尝试秀啊，交出闪现的一个
Uzi 还是没有办法用自己剩余的能力去收下人头。在下半部火龙的一个团战也是势在必行，一个勾正面命中柔一，有个进化解了，反正是机器人，你抓我柔一，我抓你本人。哎，不错，现在已经是可以单人独吃这所有的金钱，多少钱呢？大家看一下，610元，再多一条火龙，第二条这一个火龙，两火龙，看下一条是什么，是什么龙？昨天有三火龙倒地，没错，今天有危险，第三条，第三条看起来好像也是火龙。火龙而在中路位置，有单杀的可能性，交闪现 Faker 过墙要投，但点燃的一个效果，选择交惊人躲避的 Faker 在起来的瞬间沉醉梦绿的距离，小五并没有成功命中，反而还是被 Apple 的给追上。鬼影灯笼拉过来的一个 Clint， 一个肚子直接将小小的柔一给撞过去，继续进攻，三人的一个夹击往下路，又是 Faker 的人头来做打算。小兵虽然没有，但 RNG 人员还是冲进了塔，有机器人扛塔之后，所有的技能交完，下路的二塔 SKT 是已经先行掉落了。SKT 强压了人员三个人往中路，但 UZI 看起来想要守一个肚子的酒桶迎面而来，根本跳不起来这200公斤的一个咒语暴风。大家帮我们感觉前半边 RNG 都是一个优势的下半部，但现在视野是全面被争夺，后方柔一过来，小五一炮直接打残了 Effort。可爱在后面是看着匿名此时开大，这边有想要开战吗？匿名准备要飞，而酒桶是拿下了这一条火龙。团战开启 ，Teddy 在一个比较不好的位置，没有太多的输出空间。后方是 Faker 赶到，在绕后排准备跟着可爱你杀小五，不过小五往右边走，跟着 UZI 成功收下人头。UZI 有水银，准备往右边捡，吃掉了黄牌，但自己的血量有点低，直接被狙杀。咒语暴风跳起来，起下一瞬间直接被吉他波后方位置卡打，这个狼形有机会收光了后排 ，double kill 落在狼形，继续追击 Faker 独自一人，必须承担了两人的风险。有个黄牌尝试进场，闪现的卡打被黄牌给命中，狼形想继续的追击，死之爪 CD 好了没？一手抓没有抓到 Faker，Faker 下一个万能牌正在考虑一下自己要选手，再一张的黄牌又留住了狼形 ，Faker 还在跑 ，Faker 卡打还加一个闪还没有杀到，其实。看到这边一个那个踢，我有点觉得吓吓的，你知道吗？因为他把一个大鳄鱼踢到他队友中间，让鳄鱼决定他好像可以对男 carry 做出点伤害。对，踢到中间，好险那个小朋友在第一时间补一个沉默，不然他只要在第一时间 all in 那个小虎或是 Julia 的话，那可能后果不太好看。在后排来说，鳄鱼进到了后排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对，前排的料理速度、安全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哦。好险小朋友用一个机器人大绝。我们来看，这是 Faker 的一个单人视角画面，一个蓝牌收下人头之后准备逃跑，看一下他在看这个队友的死亡的状况，用0.几秒的画面转移来看队友的死亡，然后开始逃跑。此时一个黄牌还在跑，还在跑，视野差好，细节都做得很好，走位继续跑，不给任何空间，有个分眼，我们不理分眼，不理分眼，再一张黄牌，我们安然逃逸。Faker 看一下左下角的脸，没有任何的画面。不过牛排教练肚子痛，我觉得这边有点可怕。Faker 已经三件大装了，偷偷摸摸的，然后小虎才一件半，还没两件。最后一场集结的帮我救了一炸三的可立的 ，UZI 被直接炸到塔下，下来的瞬间被一个秘书这里给直接狙杀。前方位置 Faker 交了一个惊人后继续往后跑，又是一个黄牌捏在手上，没有人可以处理 Faker， 他们反而是盯着交出惊人的名，名被远方的肚子给撞上之后，狼心也在塔下墙尝试收个可汗，没有收到。是一个配合默契完美，此时卡萨得考虑有没有办法去偷龙，但没有，八龙血量还有4500，李信早已倒下 ，SKT 准备拿着八龙。可以跟大家再补前面所提到的数据，当第一条八龙在 LCK 的记录里面 ，SKT 拿到第一条八龙后的胜率是100%，最远距离点那个塔，对，可能他本来就要抓炮，而左边位置 Apple 被抓到 ，UZI 疯狂猛点一个羽毛，一个羽毛插死了一个辅助，但这会拖延到 SKT 本身推用八龙推进的一个时间吗 ？SKT 看起来还想继续的往前。Faker 开启命运大劫，往中路直接一压一个红牌，搭配爆破酒桶。虽然明是把 Faker 抓了进去，不过自己也是命上当场。交出闪现之后，卡萨直接摸一下闪现，将 Faker 给踢了进去，尝试瓦解掉这一波八王推进。此时狼形再一个闪现，这一个恶灵的领域关注了克利德，知道在里面看起来活不了多久，起来出来瞬间想要尝试跑，特里在左边继续的输出，克利德已经倒下情况下，特里在继续的拉扯，小五们继续抓到一个闪现，继续的一个追击，特里往右边走，一个 Q 顺势的让 UZI 拿下了这个下档，是一个 ACE 的班打。布的视野其实是比较令人讶异，因为现在着重的一个重点应该是接下来准备重生的30秒。的八龙，但只是下半部的位置尝试一抓狼形，死之爪想把人给推走，但看起来没有太多机会，最后抓了一个鳄鱼，在自己的一个高地台面正面对战，交了一个惊人，
可汗知道你还是得死，收下人头，做往右边逃走。下方的一个二塔已经掉落，只是卡塔进来踢了一脚，想把可汗踢在墙上，但看起来效果没有太好。包括就用这一炸把小五炸到了左边位置。SKT 的另外五人成员杀了这一个上路狼星之后，选择撤手，准备往八楼的地方去做迈进。开大绝跟黎明来，哇，这边开大了，目标是谁？闪现黄牌进去要抓的是小五，后面精准弹幕刷进来，小五直接被九头 K 的肚子给撞死了。右方位置撑了很久雷克，一切的后排是小明，而前方魔豆抓了一个射雷击，就算胜利收掉，但有没有队友可以跟上？有的 ，Double Kill 的 UTI 已经往前继续冲，撞对了，就是前面的一个可汗，可汗交出闪现弹 ，UTI 没有要放他走 ，Triple Kill 落在脸上之后 ，Teddy 继续的一个输出。但可惜在3000多滴的情况下 ，Teddy 是无法过来，而巴龙就这么稳稳的落在了 Kasa 的手上。一直在上下整体的兵线，并且不太舒服，有想再狙推上吗？但现在视野其实不太够。而可汗反而去抓人，匿名就来了一个黄牌，却如命一旦所讲，这个黄牌直接贴上一套，打掉了半条血。半条血后的一个狼行才开启大绝，反正要做回打，不过鳄鱼单挑的结果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胜算，狼行被卖掉完。RNG 的判断选择想要继续上路的推进，可惜有一点慢呐、可能是有一个风龙加点是过来值，匿名又开一个大往上路，一波是 BD 哦，上路高地突然没了，充满着各种不可能的事情，就很多人很多中路角色都没办法跟他一样。不过此时下半部直接关门，这里就算杀不了你，我也可以拖时间。而匿名此时是 TP， Faker 也没有要管下路的可汗，而是跟着队友要去吃这一条八龙。而可汗一个人单刀复位打两个，有机会甚至换掉小五，小五赶紧交闪现，铁甲被打出来了，可汗还在等右方位置。卡塔是跟着明一起过来想尝试偷八龙，但没有成功。但例行的过程中啊，历年来 AD 蹲点都没有好结果，于是赶紧回头，我们一起吃远古巨龙。SKT 想偷吗？正在看前面有个灯笼，希望他下去，结果下去了，但下去了好像没办法偷，而且自己好像被卖了吗？刚怎么好像有个人也一起下去了？结果想要跑，但闪上来的狼星是拿下人头，虽然机器人倒下，不过是一个辅助换打野的交换。还在看，这个兵营 SKT 的人正在考虑，躲在左边的 Faker 偷偷摸摸拿着黄牌，我推的速度会有他们快吗？ Faker 来回这个 recall 犹豫了一下，最后是直接不回了，跟着队友的一波沟通，选择要直接推进。而在这波小兵也确实被 SKT 给完美清掉，此时 Teddy 准备来拖人了，往前一个走，前方位置已经都上回家的一个魔动，匿名开启大绝，你看到对面要回家了， SKT 的人员能不能用这个视野来去拖对面回家呢？成功 recall 的魔动终于是成功回家，哎，这个回家之后下一个 TP 竟然要来，但TP 要来，匿名走啊，匿名要去 BD 飞到里面，但没有小兵。直接被狼星给关在里面，但此时在抓进去的情况下，另外两个人开始 BD， 可汗跟 Teddy 点的好快，这两个塔已经掉落后方的位置，而巨人看起来没有太多可以回来的空间，珠宝已经被解掉了半条血量，机器人虽然回来，但阻止不了 SKT 拿下了这场比赛。AP 匿名推塔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快，一瞬间就把兵营推掉了，然后刚好搭配那个雷尼克顿跟伊泽瑞尔的两个传送，直接硬拆。我叫 Faker 是叫假的吗？他们都看到了。我叫 Faker， 这个玩弄于 RNG 鼓掌的男人，跟着队友的一波配合，双 TP 的结果，用 BD 的方式把 RNG 给击败。其实有点意想不到，他们都已经 say 好了，因为。古拉格斯跟伊泽瑞尔他们亲密能力非常好，他们觉得把那波兵清掉，匿名不用 recall， 因为我刚才看上路石头的地方，匿名本来是想回家的，突然断了一个 recall， 直接开始推。那一刻，他们获胜的方式，大家在那刻已经都看到了，方程式已经写好了，对，都已经看到了。就算你 UTI 再肥，你不打团战，你能怎么办？你还没倒，对，我们还是能赢，没错。